脚开始冷起啊，都是冷的。线呢、欸？感觉是你坐底下，脚踝那边。好冷，好冷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太阳也都没有这个冷，我现在怎么冷成这样？停下，真的。嗯，还是富良野的小木屋比较有力。但是我们后来都没进去。
是很窄啊。我就看你要一直扭，一直扭。眼睛好凉哦。
啊、目标两点。好啊好啊，现在随便了。不争气的这个人，那这样今天吃不到那个鲷鱼烧了吗？嗯，收工收工你去吃啊。然后我在车上把它解冻啊。你泡完吃还是泡前吃？泡完还跑来吃一样。那车子就一下下进去吗？反正都是得走去那啊，因为如果是车子这边的话，就冲往车子。但是我习惯两点吃，就两点收工啊，两点吃。嗯，还是我跟你先弄回车子，我去换了鞋子，我再走过来买。即使是走鞋子来回走也是浪费力气啊。但是我不会累。就是增加滑倒风险。哦，你就说我们的鞋子也会有滑倒的危险。哦，我今天很滑。那个车道上比较滑，车道上不行。你不会觉得可惜吗？你要多滑。因为我觉得雪地逛还好，所以我一直冲松雪那边啊。我对，我就看你一直转弯，我其实很好玩啊。我去试了一下，我觉得太不平了，很危险，会滑，会摔倒出来，我就别。还好还好，一点点而已。叫没声音，只能说没声音。对，它没有很松，因为我们早上的旁边就没有很松，就觉得还好。那它右边那边是真的很松。嗯。嗯。又出太阳。还好吧，装饰一下而已。就也不暖。毫无效果。我们就是桃园那边都没滑哎。那就是笃定不开两边，没关系啊，那那边就不滑就不滑。因为两边的雪况不会有太大的差异。对啊，就他没滑过 ，maybe 就还好了。而且我也记得那边长怎样，就还好。我也不太记得。
千里迢迢飞过来滑初学者道，然后结果我也只有初学者，没有那个真的太初学了，你站、那个、直直站着滑下来就可以了。好冷哦，我手不放在手套里握成球，结果现在手指全部都冰的要死，我靠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很冷。我的手，等一下继续这一道，手指伸不进去。现在滑倒了这道。我说等一下继续，就是这个缆车。对啊，怎么这缆车？懂多啦不好玩。懂多啦那个绿色，到最后也是读半天。决定，还是你要去？你有要去换鞋子啊？你有要换鞋子吗？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，你干嘛出去啊？左边。他只能走右边的双行道，他不能走左边的双行道。你说他的方向问题是？
平的呢？嗯，你的吗？还是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他这样。嗯。我看我们在重建。还没。现在才一点哦、喔，我有一点半了、喔。鲜花太多，真是。休息。去尿尿啊！去尿尿。好，我先尿，这条帅，我就尿尿，先搅动一下。没用过的功能没有，
这种东西。好吧，先回去找说明书读一读，说它的显示会消掉，蛮奇怪的，也不是它显示坏，它其实就是在那，只是它自己消掉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但我就爱看左下角啊，这个人。然后这个人完全倒着溜很厉害，谁？他是正的溜，我以为他是倒着。他正对着下好。哦，那我看反了。他拿个棒棒的。对啊，我才想到，因为他的面罩跟头好像合在一起，我看不清楚。他怎么倒着溜那么厉害？我现在就溜冰倒着溜那种感觉。34分24，我看我的面罩，今天是没有脸，鼻子露出来了，鼻子露出来了，你放，没关系了，你现在眼睛有起雾吗？不会，我眼睛快冷死了，要高一点吧。最近它漏风吗？啊？找到漏风原因吗？我一直眼睛很冷，很冷，很冷，很冷。通常你的气都从上面进来的、啊。你真的有想上厕所吗？好吧，然后你不要尿遁，要好好练习。你只有四天啊，你只有四天，你要好好练。Thank you.
走中间，好像有差点要被夹到的感觉，屁股要顶一下，好像夹到。好冷哦，咕咕，这个雪不好滑。嗯，还好他有手滑到松雪，是吧？来了很惨，他已经哇，已经来了，这几天好看，我觉得这运气不错。我步量也有练练到，真是太好了。那你现在都没练？你也是这样讲，好像你在这里就什么事都没做。没有啊，我这里就是一直继续练啊。我可以用各种压身体的角度，然后决定我可以用多少力。我也可以身体不费力的刹，也可以用身体用力的方法刹，然后快也可以，慢也可以，然后松雪松也可以，没有松雪也可以。我现在敢冲进松雪，那全部都是控制力有进步的关系。
拜。好，走了。
不要转了，不等了。调得到的，他想不到。
他们那个、啊、只能他那个转拉紧，好像只能控制到一小部分，就很矛盾啊，到底是要穿几双。之前鲜鱼不是教说什么放松，拉当先放松吗？嗯，那要怎么解释呢？我们自己啊是就这样子，这样子这样一半一半的平衡，所以我们弯过去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侧滑。对，但是啊，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放放这样放，嗯，然后。整个上半身都直准这样哦，嗯，然后你把它松开以后，然后稍微立一点，又要这样子，又要这样子转过来这样，嗯，是这样，是用这样子怎样这样控制，不是这样子这样控制的话，就会比较像轨道这样，就是这样子滑下去。开始会喘一点点，但是
次呢，你要把上半身往下放一点，接着汤就顺着回到前面。那如果身体是靠这一边的话，你转过来的话，它会变成摩擦。就是身体要朝向这一边的话，才会前进，它会比较是跟着轨道前进。对啊，总而言之就是上半身要朝上下，对对。嗯。比如说换这一只脚好了。我们已经会的是刹车型的滑板，我们会侧驾。嗯，对啊。然后上半身朝这边的话，上半身朝这边的话，自然而然是这样子。嗯。啊，那现在把头转下去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它就会越来越快。嗯。越来越快之后呢，我们自己的方法是就稍微摩擦一点点，我们会稍微这样子。像刹车一样，嗯，但是你要想办法说要没有那个声音，是身体要朝前面一点，然后是拉伸的轨道这样拉上去，嗯，对啊。这个做，我做得到吗？应该做得到。那你为什么有烟呢、啊？哦，有人啊，滚进去了。我只看到烟，没看到的。有人啊，我进去看。你已经会刹车了，你是板子朝山上，然后人朝这边，板子朝那边，然后就这样子刹车过去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会大概这样平平一道过来。嗯。但是我刚刚做的是轨道上去这样。轨道上去，这个听不懂。就是如果身体稍微朝山上的话。板子转那边的话，就会变刹车，就会这样子一路刹过来，就会刮平这样。嗯。然后，如果越来越快，速度变快的话，然后越来越快之后，压低一点，我把右脚压低一点，右脚要压低的话，上半身要朝这边，试着左脚好像。稍微都可以抬起来那种造型的话，就会变轨道了。我现在往下一点点，这种坡度的话，就是还是一样啊，就是练抬一只脚这样。抬得比较短，大概就跟我之前我举不太起来、啊，而且你会想手举起来。嗯。上半身要这个样子才举得起来，要这样才举得起来。哦，你说压那么低哦？要压那么低，想象你的右手放在膝盖附近那个高度。对啊。所以，讲了那么多，其实跟我讲之前的练习差不多，就是转弯的时候要手放对重心，手对放膝盖那边，然后你要滑 N 次，习惯那个有重心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样完全是做对的。
而且你做这个姿势的时候啊，你没有整个它的头上上，对啊，要这样，这样要放很低的，嗯，然后轮流左右练这样。这里下半部已经很平了，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是用一个弯去抬脚，因为这里太平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朝下，然后这样子。你的很漂亮哎、欸。肌肉没办法，所以你的姿势好像很好矫正。刚刚那样子做两三下，你已经会了。嗯。对啊。嗯。怎样？直直往下，再往右勾。一条线。就是只能用，不能用板子整个滑，要用一条边去踩。这样子就是没带刹车，对，但是小转的时候又要用这种姿势去刹车，就很诡异。如果是类似小转的话，就大概是说姿势往下，但是突然你要能够变成刹车。但是我们平常那样子刹方法不对，是因为我先示范不对的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身体躲很远，这样身体会这样，嗯。但是小转的人练的是说，是这样子，是怎么讲呢？就是我现在往下冲，我要向右小转，嗯，向右小转，重心在这只脚，嗯，所以我要整个腰往这边弯，嗯，然后大概放那么低，然后那样子就可以刹住了，嗯，对啊，这样子啊。嗯、因为我紧急刹车的时候都是这样刹的。没有，你紧急刹车上半身没有没有，我真的要紧急刹就要冲。头要朝下这样，然后这样子左右都习惯以后，就可以再加上说，我只能正面朝下的训练。对啊，我试试看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做得到多少。
绕心对的时候才有办法连续做，因为那个时候上半身是稳定，然后做两下没办法继续做。做两下没有办法继续做，是因为上半身已经越来越跑后面，没办法连续。就是练习大弯的，反正什么样子练都是在练两只脚。平的地方练就是有人教了什么用跳的，这种那么平的就是练跳跳，但是跳又不准用扭的，所以就是说，左脚重，右脚轻，然后接着两只脚踩平，然后接着转板，接着右脚重，左脚轻。为什么你以前就叫？对，但那个时候因为身体还没那个能力啊，所以是做不出来。那时候我脚我自己也做不出来，现在我可能就做得出来了。就只是朝下。对啊，就是在这种地方可以做，连续做。是这种弹性的状态，不能太后面，也不能太前面。然后做轮流抬脚的时候，抬起的那只脚就抬起来，啊，没有抬起的那只脚就要顺势稍微转一转它。对啊。
点点。我看一下，来给我。抽的。他怎么了？